OK，今天就来玩这边圈，自得房间。兄长，你来了。我还带了一片披萨。仔细一看，你好像瘦了不少。好啊，大家都变瘦就好了。你们还记得之前蓬莱王，那就是那个假的蓬莱王，看到鸭就说你瘦了，你怎么瘦了？找我何事？你不妨直说。要不然我就先把这片披萨吃了。自吹天师前一别，你我许久未曾相见。一定是你杀了他，你杀了他。不过短短几日，兄长居然就变得如此生疏，难道只是想与你叙叙旧也不行吗？你要说什么？我大略也能猜到七八分。我也是可以猜到八七分啦。我很清楚，你绝不可能无事找我。说吧，你是不是想玩西洋棋？说想叙旧，没有骗你。但是杀你的心却是真的。只是除了叙旧之外，也确实有事想与你谈谈。那便省了叙旧这一环节，直接谈正事便好。好吧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这个电脑怎么打不开啊？你帮我看看行不？兄长，你怎么了？兄长，你有些不对劲。谈正事，治，否则我便走了。你该不会是要回去玩黑暗灵魂吧？兄长，不要杀尸。杀尸？为什么他要杀尸啊？对，他因为不要让不是蓬莱血脉的人继位。我想说的还是这个，你肯定猜到了。所以你们两个要互砍了吗？为何一定要所有人都死去，你才愿意罢手？因为我是瀛州史官啊。追的是已经无可挽回，这我知道，但是他们，这游戏大家都死光光就好了，停手吧。不用玩了啊，大家都死啊，别再往下走了。在下面什么都没有啊！闭嘴！生什么气啊？讨厌！你在生什么气？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，他便得不到解脱，他便不会满意。好了，你就去杀了，算了。你也是，关我屁事哦！你是他的女儿，我的胞妹，居然甘于为凶手之子求情说理。好啊，你杀，我就看你把大家都杀光，最好是可以的，最好是去一个瀛州史官。你让我感到无比的羞耻。你根本有病吧？你不愿帮我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OK， 尊重包容。但从此往后，你我就此别过。什么？兄长，我们好不容易相聚，没想到如今却又要分开。是的是，哪怕我不动手，也会有人。喂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你在搞什么？你看到无数的凶兆了吗？天祖的意思难道还不够明显？这什么凶兆啊？天祖的意思不是阿瑟不是要杀光蓬莱所有人吗？这样子不是很好吗？这样子蓬莱的人不是都会死掉吗？你虽然瑟是要救瀛州啦，可是蓬莱的人要死掉就给他死啊，这样你就不用杀了、大家要死就给他死嘛，你不是这是你所希望的吗？你最好还是早点醒悟，别离原地，莫要误了自己才是。兄长，去。我已经不是你的兄长了，叫我大哥哥。既是兄长，我也希望你得到幸福，但是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我要说的只有这些。兄长，自得房间，没想到我竟然忘词忘一个小时。
导演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看着我，这般尴尬的场面如今该如何是好？看来兄长是怎样也不愿放弃了。杀他还是不杀？不要给我选择哦，你不要杀不杀，拜托，我做的抉择已经很多了，不要再伤害我的心情了。 我怎么会真的杀他？但是被逼到绝路的时候，我可能还是真的会动手。我得想想看能不能找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倒是有一计下策可行，只是这方法太危险，太危险了。 说嘛，你不说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什么，弄不好会害死他们中的一个。他们是谁？狮还是蛇？怎么办？弄不好大家一起死嘛。你不要给我选哦，你没有说那什么计划，我怎么选？白痴哦，你不跟我说，在那边冒险，这个什么我们的冒险才这样开始呢？啊，我们的冒险是什么？你不跟我讲，你这个臭女人。但是不冒险啊，我不知道什么，等下再选这个，反正这个一定末路了，看就知道。兄长若还当我是他妹妹，定会考虑考虑我的心情。你这句本身就错了，兄长已经不当你是妹妹了，他完全不会考虑你的心情啊。但现在只想着昨晚他在酒吧遇到的女人，哇，赞赞赞！我若是擅自行动，害死了他，一定一辈子也原谅不了自己的。好啊，就不要行动啊，等一下看谁被杀掉了。他可是我的双生兄长啊。他可是双胞胎哥哥啊，用白话文来讲是这样子。智姬，智姬，不好了！是凤凰。昨天晚上，大王被身份不明的刺客刺杀，天逝了。去了。啊！是。你说什么？是。当是你为何不在此？我不等一下他掐他脖子吗？人不是我杀的。蛇，我的愿望明明只有一个，你为何不肯替我实现？如果你真的将我当作妹妹，便不会这样待我。所以我早就说了，蛇，你没有妹妹啊。蛇既然死了，我也无需再如从前那般克制自己。看我的心爆气流斩。我与北亲王谈过，知道了天罡的秘密，你想要的王位就由我替你坐上去吧。啊，他蛇要的王位不是北亲王要继位吗？怎么会变蛇？那如果他坐上去的话，不是会被北亲王杀掉？虽然我觉得北亲王杀不死他。你我怎么这么废啊，大王超废，是时候回去了。大王是谁？哼，大王是他，是叫我大王，叫我女王大人，女王。哎，选其他路线有比较好吗？下策，你倒是跟我说你的冒险是什么？可若是什么都不做，只怕事情会变得更糟。对啊，蛇都被你杀掉了。我要是一个不小心，是我麦当劳欢乐颂。在吗？对啊，你看这个 boss 一直打不死啊。
我有事要与你谈。哦，什么事呢？有事直说便是，这样犹豫可不像你。OK。我有怀孕，还是算了，也没什么事。我不信，说吧，你与姑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那就是隔壁老王他。你可还记得那个瀛州史官？瀛州史官啊，曹匪被自一戟斩杀。那个叫蛇的家伙，当然记得。他在上一个世界可是把我杀了啊。他大概是怕我杀人灭口，现在跑去投靠了北。早点去跑靠北。他和他的澎湖湾。他要杀你。哦，他杀得了我吗？不是，然后就被杀了。真超废，这样现在想要杀人都可以杀得死，是不是啊？他来蓬莱便是为了杀光蓬莱先使的人。他是相当厉害的刺客，他正在等待时机，他若真的出手，我怕你。他直接出手，你的人头就落地了。等等，别急，慢慢说。我倒想知道他要怎么杀我。我你先告诉姑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因为他是我的哥哥。我就是知道。你看，你又不相信我。什么相信？有什么好相信的吗？直至今日，你也还不愿意告诉姑你的真实身份，还有你的过去。别！我就是一个婊子。别扯开话题，我现在说的话很重要，听我说。好，真的很重要。好，但一个小小的史官又能拿我怎样？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就跟你说，上一回你已经被杀了，好不好？南丞相一家的死是他操纵的结果。我忘记是谁杀的啊。对了，一家是他杀的。蓬莱先王的死也与他息息相关。那个蓬莱王从监牢走出来就被蛇杀了，追的是，更是他怂恿了你，不是吗？一步一步的，他的毒牙正在靠近你，而我阻止不了他，我怕会失去你，你得防着他点，你不能什么都不做，答应我。是。来人。在。刚才的话都听到了？是。好，上北的府邸杀了那个瀛州史官。是。这样你安心了？他杀他哥。知。安心了。这样今晚就去休息吧，就可以好好睡了。别累到自己。姑还有要事要办。在那边骗你是有什么事可以做了？好。北清王府。凡人军队已经占领了蓬莱北部中心大城定河、东北大城淮东。照探子给出的消息看，他们下一步便是向东南部进军，然后包围王都。看来情况不妙。是，所幸王都背后山多路窄，守关众多，行军不易，难以直窜东南。在与他们正面交锋的这段宝贵时间里，我须得同老王全力击敌。事情便是这样，少大人。啊！大致情况我清楚了，王爷。
对不住，在内政安定下来，赶走境内反兵前，蓬莱恐怕无法出兵营救。好，这个很明显的、很明显的、这个北秦王就是要把营州给灭了啊。诸多变动，还请佘大人见谅。这个没什么见谅不见谅的啦，就是北秦王直接把营州拿去喂鱼了。我明白。所以我现在就把你杀了，北秦王，先把脖子洗干净吧。也请王爷莫再迟疑，计划已定，动作自然是越快越好。宋一东，我明白。好，本王还有其他要事得处理，佘大人，不如先回去吧。不不不，我要把你给杀了。拔剑，果然，这人不太对劲。虽然他给出的情报一直都十分准确且切实有效，我派出的密探也不曾带来他有可疑行为的情报，但他肯定哪有问题，否则我不会觉得如此奇怪。还不是因为我叫你调查，不然你现在根本不会这样觉得。兄长，这里是北秦王府。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想在哪就在哪。我是来见你的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是要来杀你啦，你赶快反杀回去。你不曾放弃过要杀师的念头，我也曾告诉过你，你若想害他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但你是我的亲生兄长，我再如何铁石心肠也不忍真的伤你。你不要忘了，上一回你已经直接用西方气流程把你的兄长杀了，你忘记了吗？叫我女王大人，我怎么忍心伤你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已将你我所为之事悉数告诉了师，现下全王都的先师都在寻你，你若不走，只怕……都是你害的，我还不先杀了你。总之，你快些离开蓬莱吧。你坏了我的计划，这个混账！我还不杀了你，你我的计划泡汤了。我不曾想过你竟然会出卖我。可恶，锦绣！这不是出卖，我只是……啊？怎样说？我只是……这叫什么？烧麦吗？我告诉师，不是要你死，只是想让你的计划泡汤而已。只是我知道，若不这样做，你绝不会善罢甘。兄长，你若听得进我一言半语，又怎么会将你我逼到这般境地？再逼啊，再逼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想哭哭了。我只是希望我重视的人都能好好活下去。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，死了好几个人啊！别说了，你赶紧离开这里，要不然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。兄长，你走吧，答应我，走吧。都跟你说了，闭嘴，闭嘴！我不想听。他们派来的，蓬莱派来的。官兵都杀不死我，我可是营州史官呐、我想杀谁就杀谁。别说了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待在这里，快走！危险？拜托，我是超级部落的刺客哎，没有人杀得死我，好不好？你先答应我，我再走。你要不答应，我就不走了。好，答应答应答应，你是走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那我只好杀了你。这个北秦王自己自作孽啊，事情知道太多了，就被杀掉啊。不单单你走不了了，这男人也走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废物，两个普罗级的刺客，我看是你才走不了，我快笑死了。北秦王，你自掘坟墓啊！有时候不做事不会死啊。本王本来就怀疑你的身份，这么看来果然是你野种的内奸。这下倒好，
你与妖女串通勾连，却被本王抓了个正着。是谁抓了谁啊？北京王，你已经GG了。来啊，把他们抓起来。嗯，怎么没有人？什么？都已经被杀了？什么时候？哎，快帮我撑死你！是。这，快逃！有点帅啊，蛇。兄长，小心！我比你还不low啊，你才要小心点。刚是自说的，我不能丢下兄长一人。毕竟我比你还扑了，要是我跑了，你不就GG了？右边，什么？什么？右边是吃饭的那只手吗？兄长，我吃饭是用两只手吃的，你是说哪边？小心背后，这里。他已经被你玷污了。不要太夸张哦，两个部落级的杀手杀不死北京王。北京王的命是有多硬，这样都杀不死。这你追我赶的到底在做什么呀？关你屁事啊！这两个废物关你什么事啊？这个我们在演那个伟大史诗历史剧啊，你不要在这里掺一脚。这日子真没法过了，王没王样，权也断流。街上还打打闹闹，什么打打闹闹啊？没杀你就不错了，在那边闲言闲语，信不信一刀捅死你？让开！我别想跑，从那边堵住他们。那边，嘿嘿，越来越脏了。那边有人，这里也有人，怎么办？我们不是部落的吗？为什么杀不死他们？导演在做什么？我们杀过去，怎么突然变这么弱？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一眼都没眨过。朝右拐。啊！不行了，蛇蛇！不行，不能往那边去。你忘了，宫中仙士都在找你。正合我意。我们分开走。为什么是他过去？可你要往哪儿躲？我会隐身术啊，傻瓜！现在根本无处可逃。那就只好牺牲你啦，拜拜，爸爸爸爸爸。怎么有办法的？啊！兄长，你的药服。哼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每年做仰卧起坐300下，这种程度伤不了我的啊。这，我的右胸被割掉了。这，没事吧？我已经被玷污了。我的身心肮脏不堪。找到了，快抓住他们！是，来了，快跑！我比你清楚要如何避敌，带着你反而碍手碍脚，快走！竟然说我好，我比你还不弱呢。兄长保重，我先走了。并无使用传送卷。快，有破绽，看见。哎，你在戳谁的屁股？兄长小心，你的屁股。你不要拿别人的头来砍人好不好？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追上去。火车，所有先生，火车要开喽！否则耽误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是我刚才说的。那男人受了很重的伤，肯定跑不远，回头再找肯定容易。别急。好啊，别急啊！这个是谁？就是因为你这句话啦，大家都不找了。王令如山，先回去吧。也是，全队听令，上马回宫。然后他们就坐末班车回皇宫了。总家师，纸在哪？啊！纸在哪？要你们照顾好他，看好他，连这么简单的事也做不好，啊！一群没用的东西，废物！他引出什么事？杀了你们！
抱歉，已经出事了。我杀了你们！我杀了你们！还不都是因为那个蛇太废了，自己的屁股，废物，自己的屁股都照顾不好，只好由这个自破落的穿破落的刺客来保护他。哎呀，大王，雉鸡也才不见半天，或许他自个儿有事儿呢。毕竟他重生还要三天呢、啊，他那个脖子被砍断了，要先拿针缝一缝才可以。你知道个屁呀、啊！奴婢知罪，奴婢知罪。人呢？都拿去了。给我找雉，来给我把雉找回来。雉，你到底是有多少个鼻子可以摔啊？噼里啪啦的。人都在路上了，马上回来。大王莫要着急。都在火车上啊，等火车来吧。报！大王不好了，雉鸡去了北秦王府。密探一，所以等下有密探二喽。密探二说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自己头被砍掉了。”你说哪？他去了北秦王府，属下照您吩咐，一直潜伏于北秦王府中监视。密探一，今日下午见到雉鸡去了北秦王府，他曾经营中史官的房间，后被他一并被北秦王府的人追杀，两人一头逃出去了。是。之后呢？之后瀛州史官把雉的头拆下来当武器打。之后呢？你没跟上去吗？你没跟上去吗？你竟然没跟上去啊！抱歉，我的鞋带松了，跑不快。这，属下怕大王忧心，赶忙回来通报。那还不去找？还不快去找废物！抱歉，是啊，大王，我的鞋带不见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报！大王，密探二，秦王召集各大臣将，与王都外聚兵会谈，密谋明早反兵入城。北秦王的他的小兵也太多了吧？果然，凡人近在咫尺，他竟选在这种时候造反。将蓬莱逼我绝境啊！北秦王就最厉害啊，没有人杀得死他呢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他有死过一次吗？没有啊！你们这群人，动不动就死，动不动就死。这是北秦王最厉害的。坐以待毙，去，把人都叫来。来，叫人，赶快打电话求救啊！王九，若不仁，野蛮莫怪公不义。谁存谁亡，明早便会有定论。真假的，谁会死啊？拜托，让我看看究竟结果如何。功臣皆到。王秀，这个电灯是怎么回事？放火把的吗？野种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倒真令本王惊艳。没有啦，最近在麦当劳打工，你的欢乐松到了哦。谁送上谁的门，还没有个定论。你看，这是任意门。噔噔噔噔，王都外环已被本王的人包，你再怎么挣扎，也总要耗尽气力之时。与师兄逆位，忤逆天意，天足以降下如此之多的责罚，你自己还看不清楚吗？蓬莱子民清白无辜，不应受逆位战士俘虏。身为先世之人，你也该有些责任意识，还是早早束手就擒，投降让位。王舅嘴上倒是说的一套一套，套路那么多，可所做之事却相差甚远。凡人直逼王都，在这十万火急之时，你不助国抗敌就罢，还伺机挑起内乱，
掠走姑的爱妃。啊，不不不不，这么说你就错了，字已经被我砍成两半了。他在哪儿？把纸还给姑。抱歉，我这里只有身体的部分。哎，不过我想你要身体就够了吧。来的，哼，哦，你是说那个妖女？我可没等他，死到临头了还在想着红颜祸水。哼，你也只有这点与你父王相似。罢了，本王无想与你。哪有啊，先行一步。我觉得诗的笑声也蛮像的，哈哈哈哈哈。杀了他。好了，这样，小兵来啊！我就不信小兵杀不死诗。不要再夸张一点，这么多人杀不死诗，你以为在打无双吗？关键时刻却跑马而走，可笑！拜托，这样他才可以活下去啊！你没看到之前死了一堆人，就是唯独北亲王没有死，他就是这么厉害啊！眼力北王冲呀！哎，拜托你们给力一点，不要被杀掉啊！你们又不是在玩无双。天力北王，天力北王！我还林森北路嘞，天力北王！还愣着干嘛？银迪，银迪！白痴，还叫了这么多人，看来今天是杀不死他了。是。还七次度马嘞，这个手上的七星宝剑还加七了。哦，啊啊啊！手起，刀落。小计，手起，刀落。都是废物。哎，信不信？等下，你收了一堆传单，说是废物啊？告死你啊！天力北王，天力北王。天力北王。可怕。太可怕了，可怕可怕，他果然不是个凡人，他是野种，还骑了一个野马，跑，打不过的，一群孬种，打不过就跑，你是北砍球，跟北亲王一个样，啊、屁股裂成两半了，追，啊，在这么小的巷子里打，这你信？是。你们跑不掉的。哎，然后他就在地上发现，等下刚才为什么刚 CPU 使用率有点高，没有好，然后死就在地上发现自的身体，手起刀，等一下为什么这边 CPU 使用率会变高。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啊，这个乳量，这个身躯，这个曲线，这是智的衣服。只有智的，橡胶。你不觉得这张图画得很粗糙吗？一整个粗线条，哎，一整个超粗笔画。是。你可以看到这边画了一个弧形，不知道是什么用意。然后它这边的部分有加那个直线，应该看得出来吧？然后这边就没有。这个姿势是怎样？有点性感。去死吧！都去死吧！都去死！死！死！
行的，我不行的。自我堕落中，我这样的人，我这样的废物，我这样的野种，怎么可能？白痴，我尸体不会说话。去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一加一是多少？人家生的孩子是什么？如果你不知道这句话的话，你可以去看他和他和他的澎湖湾的预告片。告诉我，说我是个王，说你会骗你的。说我是个英雄，说是最好的，说故事。我没有按哦，是直接箭自己射过来的。刀枪不入啊，我是金刚狼。无敌铁金刚，无敌铁金刚，无敌铁金刚，无敌铁。好啊，现在只剩蛇活着啊。好啊，这有比刚才好吗？有吗？蛇活下来的话，我是觉得啦，因为只有蛇拿到了那个葫芦。所以这个主角就变成他了，所以可能最后是他把葫芦带到终点吧。 OK， 这个小伙伴的冒险先搁在一旁，先来看他跑去哪里了，带着那个头颅，乌头骑士的头颅，蛇入体，呼哈呼呼哈，没事跟过来。哇，我真的是超棒的哎！果然自被杀掉之后，我就是天下第一部落的刺客了。然后我告诉你啊，他逃来这边会遇到一个白发的变态，等下你们就知道了。呼哈呼呼哈。有个变态在盯着这里，然后那个白色变态，你看走来跟他搭话了，真的是变态。再进去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嘿嘿嘿，马上就到我家喽。嘿嘿嘿嘿，看到了没？就是他。好，悬赏通缉犯。快喜鹊。跟他们说，还跟喜鹊讲话了，你有病！告诉他们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不要自言自语啊！你行吗？嘿嘿，等一下，拿什么葫芦啊？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啊？葫芦，葫芦。都这样了，还不好好躺着？来，该说你是坚强好呢，还是固执？还是说是可爱呢？葫芦给我！啊，我要死了！史上最快登场就死亡的角色。这个。结实的臂膀，你看你连掐住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接下来就让我好好蹂躏你吧。难道你没发现自己已经精疲力尽，浑身是伤了吗？既然累了，就休息一下吧。等一下，我还要和你大战三回合啊！
可以的，睡吧。不要催眠我，我不想睡就不想睡。是他死了，我要杀敌人报仇，忘记这一切。白痴，休息，忘词还我帮你补。睡一会儿吧，在我身边你可以忘记一切，无所顾忌闭眼。我跟你讲啊，大家这个变态都是这样说的啊，你真的信他的话，你就要被侵犯的啊，这个真的是很危险的啊，外面的变态都这样子啊，所以说一些甜言蜜语这样子安慰你啊，然后让你从卸下心防，然后再趁虚而入。睡吧，来个水落石出啊。回回看着他，我却不觉得紧张，听着他胸前的心跳，感觉到十分的平静，我的心情也慢慢的冷静了下来。眼前这位俊美的少年，俊美的中年大叔，俊美的带着俊美的插着化妆品戴着假发的美少年啊，美中年大叔究竟是？而且老实说，这个山中小屋，这个根本就是性侵犯、杀人犯的作案场所啊！我想大家游戏玩多了，故事看多了，新闻看多了，大概都知道这种地方就是犯罪场所吧。最理想的犯罪场所，现在购买一瓶只要18000。醒了，醒了，天还没亮，你可以再睡一会儿。来吧，再睡吧，再睡啊，呵呵。治，我不是治啊，我是变态叔叔，叫我变叔就可以。女子爱美，我想他一定不愿意这尚未梳妆的模样暴露在阳光下。已经死了啦，我多少帮他遮了一下。什么？给你。哎，哦，不要拿，我现在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哇，真的有点。我是麦当劳的员工，麦当劳欢乐颂。为何会有这个葫芦？你是？等等，这张脸我见过你。你是被通缉中的性侵犯？你是那天南府中的那个人？南府是哪里？哦哦，那个南丞相。你还记得我？真让人高兴。虽然我不记得了，他之前有去南府吗？是最一开始那个，最一开始蛇要去杀，这蛇他去南府那里吗？我不知道，没看过他。不错，我以前是南的长子。等一下，是，不过现在不是了。原来他就是蛇哦，蛇不就是鹤的那个朋友？等一下，差这么多，那个时候蛇长得根本有病啊！现在我真的觉得他果然有病，变成一个变态。我舍弃了旧的身份，舍弃了旧的名字，我获得新生，获得了性侵犯的全新称号，全新职业。人们都直接称我为流浪者，所以新的名字我一直都没想。在那边流浪者，拜托不要侮辱流浪者好不好？明明就是性侵犯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我还不知道呢。等一下，这个展开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刚开始要取名字的一样，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取名的界面？不会吧，这个展开。哦，他自己取好了。舍，我喜欢。哎，拜托，这个字我很喜欢。不是在玩精灵宝可梦，你是大木博士吗？舍弃也，只有弃方有得，世间许多规矩都源起于这两字。你不要在那边蓝色窗帘哦，这个色是阿色干面的色了啊。霸气，既然如此我便叫德好了。德，舍得。等一下，你真是变态，这变态最喜欢取跟别人差不多的名字吗？真是受不了。
而且照理来说，小智的对手不是可以自己取的吗？你自己取干什么？而且你不是大漠博士吗？得，真不错。我怎么了？你这个变态！你身上没有杀气，只有猥琐之气。那太猥琐了。没有杀气。我这么猥琐的大叔，你不想杀我？你的父母还有弟弟。啊，对了，这倒是。他刚说他是谁啊？跟蓝丞相有关系吗？按理来说，我确实应该是季才是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他们都被你杀了，有点刺激。如今却可以跟我父母的杀人凶手这样子产生特殊性关系，真是太让我兴奋了。不过我现在快要不是事了，不对，应该说，我本来就不是事。因为已经有一个人叫师了，就是那个二公子，他是个野种，所以为了避免姓名重复，所以我就先取了名字。既然要挣脱师这一凡胎俗体，就不能附在他的家中。杀气太强的东西，太重也太沉。再说了，既然要回到天上，就不能再染血气，会被爷爷斥责。师曾是我，但是我从不是师。在那边绕口令。哦，真对不住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啊！你别往心里去，那都是我自言自语。自言自语就闭嘴啊！你要是自言自语的话，就把自己自言自语的话泼上啊！就把自言啊啊！我刚才说完绕口令，现在就不行了。你要是自言自语的话，你就把自己自言自语的影片泼上 YouTube 啊，就像我一样，在这边自言自语。你只需知道，我无意伤你，甚至还想帮你，这便足够了。我跟你讲啦，不是啊，我说跟各位观众讲啦，变态都是这样讲的啦，都说我是想帮你啊，来吧，让我帮助你。各位这个变态都是这样啦。所以，放下剑吧。来吧。和我一起前往极乐天堂吧，好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杀杀杀！好，好，这就好。你不是凡仙啊？他就是一个变态而已啦，在那边。不是，不是变态，也不是凡人。变态。凡仙和凡人有何差别？啊，对，我说没差了。凡与凡对应的自然是天。那你是天？当然不重要了，你们到底是？按凡的说法，应该叫天。我不明白，这有什么差别？就你们自己在那边讲啊。你除了身形略异之外，其他地方并无特别之处。身形略异是怎样？果然是变态。那我证明给你看。然后就把衣服脱了啊！拜托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证明？什么？我就跟你说，他是个变态。我，等等，那里不行。你干什么？那里啊啊啊！给你疗伤呀。对，我刚刚就说了，也不要我帮助你啊，我是来帮助你的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然后他的表情好好笑，感觉很惊讶，可是稍后却脸红，并且沉醉其中。告诉你啊，第一次都这样子的啦。你看，因为我是天仙，在那边，所以可以这样为你治好伤口。你看，变态都这样说的啦，都说这样就可以治疗你心中的伤痛。哎，真的是看不下去了。我真觉得各位你们要小心啊，变态都是这样子的。我发现你时，你浑身都是伤。要是我不管你，你估计早就死了。什么估计要死？我跟你讲，他就是。变态就是故意挑人没有反抗的时候啊！我一处一处的帮你治好的，到时候你就是我的人啦，你就是我的发泄器了。让开！那里不可以，那里啊啊！
他已经落入他的魔掌之中了。可恶，竟然打我！你越是挣扎，我越是兴奋啊！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对啊，反线就是容易紧张。这边到底是怎样？别过来，离我远点。他终于发现他是变态。抱歉，我不该动你的。他应该直接来吗？我知道你不是不好意思，只是不习惯罢了。啊，到底是想……不习惯与人如此亲近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真正靠近过你。抱歉，我的思绪被打乱了，因为我的邻居刚刚从旁边走出来。让我看一下他说什么。说啊，所以来吧，现在就让叔叔好好疼爱你。这个粉红色的点是怎么回事？ 是谁在这边点一个点啊？不习惯被人直率而认真的注视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正眼看过你。哎，而且我仔细现在来看，才发现这个房间都是 SM 的道具啊！你看，又有绳子，又有蜡烛，真的是这个还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一看就觉得很变态。不习惯作为真正的蛇活着，所以才会埋名隐姓，称自己为蛇。你看到这个跟踪狂还把他的事情都调查这么清楚，还知道他有另一个取的名字。真的是，果然是真正的变态啊！给你颁一个真正变态奖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天仙，所以我知道。哎，有没有这句话根本就是变态会讲的啊？就是哎，你怎么知道？然后变态就说：“哼，我当然知道，我可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。”然后反正那个他就会说自己很厉害。我存在于此，正是为了复仇。没有心，方能不为私情左右；没有心，方能不为俗事动摇。没有钱，什么都不能做。仅此而已。我不管你看到了什么，但那都不关你的事。让开，我要走了。哎，等等啊，不准走！那个葫芦会让人看到幻影。什么？有的真，有的假。有时真假交融，谁都分不出。你看到的都是真的。让开！你听到的话语，真的都是你娘心中所想的吗？你想要的是一个确切的位置，一个被需要的位置，一个被肯定的位置。来吧，这些位置我都可以满足你。还是说，只是复仇者这个身份？他可以让你转职变成变态，转职吧，蜕变吧，获得新生。你真的没有心？那么你更可以成为一个变态。快，现在就做出决定吧。除了眼泪，除了悲伤，除了逃避，除了向他人发泄以外，人的心当然还能有其他的感情。来吧，就像我一样吧。我在你心中看到的是被压抑多年的怒火，而这些怒火正可以转变成变成变态的力量。自想到大，就不曾只向你的阳母，只向那扇猛然打开的门，抛弃你，欺凌你，嘲笑你。他现在洗脑了，注意洗脑。等等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、啊，现在转职还送你一把武器啊！除了与世界共焚以外，真的没有其他解脱的方法了吗？不如享受这个世界吧，享受这个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。还能有什么方法？除了杀光所有仇人，除了夺回原本属于我与他的位置以外，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
我是谁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出生的地方是别人的家，我们长大的地方没有人在等我们，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他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吗？忘记世仇，与所爱的人在一起，这是他要的位置。为何你不愿像他这样重新寻求一个位置呢？他真的很会洗脑耶，他这个蛇一开始就要杀光所有蓬莱仙士的人，到现在被他洗了又洗，洗了又洗，他又洗死了，就是手上这个纸袋子里面。死亡并不是结束，凡间所有人都会不想死亡，生命回到生命之河的起点。虽轮好了，拜托不要再传教了好不好？那是他走的路，他理所应得。我像我这样或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人，重新开始，在尽头等待着我的一定只有别蹲着，别拧碎心神俱灭，无敌深渊。原本确实是这样的，哪怕身乏隔年天走也难逃，但你遇上了我，还为我带来了挣脱束缚的契机。你我有缘啊，你对我有恩，恰巧我也很喜欢你，我也很喜欢你，不如今晚就给你。缘分难得，我愿意充当你的引路者，为你指一条路。我原谅你所有罪孽，我愿意忘记你的过去，愿意不顾一切艰难。来吧，我接纳了你，那么你呢？和我一起来吧，踏上这条极乐旅程。如果你愿意就此罢手跟我来的话，定能得到真正的解脱。没错，我们都能获得解脱，获得救赎，得到真正的快乐。只有放弃一切才能再得到一切。来吧来吧，撒撒撒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么多了，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细细体会了。找到了，就是他，站在那儿的就是那个内奸啊，变态。哎呦，真没想到居然能找到这里来。没想到变态自己做的山中的秘密小屋竟然会被你们发现，可恶，看来我果然不过就是一个变态而已。该死，等等蛇，不要冲出去，他们进不来的，因为这是属于变态的世界啊。真是的猫，蛇，你们刚刚看到后面有个蓝色的布偶吗？你的伤还没有好，不要隐忍，回来。已经够了，回来吧，皮卡丘。回去，回屋里去。啊，打卡啦！所以说，这个变态的世界他们是进不来的啊。对，快点。为什么要回来？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快出来！安心吧，我不会骗你的。看，这里竟然有个隧道。所以我就跟你说了嘛，变态总是会挖好第二条出口的啊！果然是个专业的变态啊，连逃生出口都已经挖好了，真的是再给他颁一个奖啊！真正专业变态奖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通往地牢的另一处入口。地牢，我在他家下面是地牢，会不会有神怪砖啊？ Minecraft 的神怪砖。你看出来了吧，我是特意选这条路让你到这儿来的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到凡间吗？就是那个地牢不是可以到凡间
就是到下面去。往前走吧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能活下去的。你有钥匙，不是吗？等到风头过了，再回到地面上来。对，这个人真的是有点过分哎，连他有钥匙都知道。你和我一起去。人家怕。我才不去。哼，我是天，凡间的东西伤不了我，我没事的，你去吧。这个人真的脑袋有问题了，还以为那些人伤不了他，然后待会回去之后就被砍死了，活该。哎，何时？何时才能再度相见？我会想念你的。你舍不得我吗？真让人高兴。没关系的，下次再见面的话，我会好好疼爱你的。谁舍不得你啊？我只是傲娇了。快了，很快了，我们很快就能再度相见。没错，你去吧，那处是你命定之地，我要你回去自由道路，所以无需担心。下次就让我们在这快快乐乐的这样那样吧。好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我要GG了。既然见到他了，我也该走了。走？你是说用传送卷传送回去吗？只是走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做。最后大概都知道吧，犯罪完之后一定要处理犯罪现场。来吧，先把证据都消灭掉。不对，怎么只有一个人？诶，阿里阿里，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吗？等一下，到底几个人进去屋子，几个人出来，那屋子还有几个人？一个人也好，先杀了再说。管他，这些兵都是数学超烂被当不及格的。哇哇，现在我有点忙，不能陪你们玩。跑了，抓住他啊！为什么我追不上？果然变态性侵犯通缉犯的跑步速度是一流的，没有人抓得住他，没有人跑得上跑得过他啊。找到了。等一下，他该不会要合体吧？合体然后纸就复活了。你不要给我这么瞎哦，这样有点夸张哦。这么美丽的脸庞属于麦当劳花了送，让他们重回一处吧。是 Celuti 吧？ Celuti 希望你们下一世能够好好的在一起。是狮和字还是那个狮和蛇？不对，字和蛇。找到了，在那儿。你们现在才追过来哦。去死吧！怎么伤不了他？我就跟你说，他果然是白痴。死了吧！我是尸，不，我不是尸。有人在呼唤我，用我真正的名字。那个名字是静水。驱散我心中的迷雾，葫芦静静地为我讲述，为我指路。我舍弃名字，流浪四方，满怀疑惑，满怀迷惘。自从我生于蓬莱，自从我有了意识，那种怪异的感受充斥在我的心中。这不是我的躯体，这不是我的故乡，我属于另一个地方，四处游荡。我看遍这世界真正的模样，焦躁无措，忧虑恐慌，直到有一天
我在梦中见着了一只通体白光、美丽无比的鹿。鹿靠近我，我拥抱鹿，我跨上它的身体，随它飞往天上，穿过树叶缝隙，穿过鸟儿翅膀，穿过繁星烟云，穿过皎洁月光，飞了那么久，久到我渐渐分不清，到底诗是鹿，我是诗，还是我是鹿？曾经，我打开相反之门，引来暴雨雷电，身上灵气因此散落四地，再不可寻。我饮下沉水，人生泯灭之时，投身到一个出身的男婴身中，借他一脉子孙，世代赖魂而生。当我的神识又一次被唤醒，当我历经轮回又一次找到自己，我我不会死，因为我早已置生死千里之远，万里之遥。刚才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变态脑中心理幻想的世界，真的是有点夸张，我都不知道要吐槽什么了。艾克斯汉德勒，就是他的名字，鬼田。三个人都领便当了，这两个小伙伴他在这边开心的冒险，剩这两个到底是要归天的？我觉得这就留到下次再弄好了。就我刚他刚那个谁啊，是他的那个变态的幻想，他说什么我他都不知道自己是鹿还是狮，到底是狮还是鹿，真是脑袋坏掉了。好，刚那个真的太好笑了。好，那下一次就玩这个他们冒险下次再说，先看一下这个。好，那么感谢看到这边。虽然好像没有人看到这里，好吧，哭。